哎，舅舅两次来越南了，是什么吸引他来了？好吧，我们去采访一下。OK， 再采访一下舅舅今天。Hello， 你为什么两次来越南了？有什么吸引你的？是，感觉这边玩的还蛮多的呀。玩的蛮多的，今天我带你去玩更多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你看一下，刷到的视频里面那个越南火车街吗？这里就是火车街，你看这么多欧美人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嗯。知道我为什么说要来火车街玩吗？为什么？听说火车街很多欧洲国家的美女，还有你们越南的美女。美女想来这里打卡，是不是？是的呀。想来看美女啊？在这边看了一下美女，人都年轻，十岁还不止。年轻十岁，你看，哎，真的有欧美人呢，你看，哇，好多漂亮的。你是不是想来越南找老婆啊？没有啊，我是来保眼福的。保眼福。对。但是这里好像不能直接进去的。云云，这里不能直接进去，要有人带。我刚刚问了。对，要消费，这里我们不可以直接这样进去，要有人带。里面有很多咖啡店，他必须要在里面消费，所以大家知道啊。我们找一个人带进去，看看里面的消费贵不贵。Hello。现在来到了。火车街旁边的咖啡店打卡一下，舅舅跟着我走。这边的话就是很热闹的了，在河内火车站。Hello， 公 OK。咦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好多在这边打卡的。带我舅舅来感受一下越南的这种咖啡店氛围。越南什么不多，就是咖啡店最多了。进去。好凉快啊，好凉快啊。怎么了？你就是去找旅游，去找美女，对不对？不是找美女，是让我舅舅感受一下越南的文化。你这个是找理由？找理由啊？对。他说我，他云云说我找理由找美女，我面前这么大个美女，我还需要去找吗？不用找了。娘子。嗯。配合一下，娘子。是。娘子。啊哈，你啊哈呢？嗯，这个消费怎么样？这咖啡，这是什么？是这个是带点酒的。哦，嗯，这个7万一杯。7万，大概20块钱。20块钱一杯，嗯，那也还好吧。还好，这里是河内市中心嘛，对，最繁华的地方，相当于火车站，对吗？打卡最多地方又是旅游景点，对吧？嗯，好，喝吧，尝一下越南的咖啡，舅舅，感觉怎么样？味道挺好的，我上次喝了，我也带了回去的呀。给你买了好多，你吃完了没有？上次没有，没有，还没有，还买一点。好喝吗？好喝，挺好喝的。跟中国有什么区别？我说不上感觉，反正我就觉得确实是好喝。中国我买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直接冲泡的那种啊，我感觉不怎么好喝。我以前买的那种。现磨的，那个倒还蛮好的。好喝啊，嗯，因为这边的咖啡是原产地嘛，机器咖啡做工各方面都比较好。越南咖啡挺有名的，你知道吗？有西贡咖啡、猫屎咖啡，还有机器咖啡啊。我上次买了猫屎咖啡的呀，那个挺好喝的呀。还有机器，上次给你买的。哦。嗯，这次也给你带点回去，好不好？可以，这是不用带那么多了，就带个另外的口味，带个一点点。好，那你先喝。感受一下，我刚刚偷偷给阿峰点了一杯，看看他会不会习惯。这糊糊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试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酒。好喝吗？你尝一下。尝一下没事，不怕的。多尝点，多尝点。你帮我点的什么？这里面还有桂皮，还有香草，辣死了。
知道吗？还桂皮嘞，这什么东西？喝不习惯，越南的你们能喝习惯吗？挑战。来，娘子。怎么样？家人们，你看这个，给你看个美女。嗯。喜欢吗？看得看不清楚。这个牌子好丑啊！你看，吃鸭丸呢？不喜欢，是谁啊？不喜欢。啊，喜欢。这是谁？不知道。你好好说。哦，不知道。家人们，这是谁啊？比对一下。嗯。一模一样，拍都拍不出来。买单走了，100块钱嘞，100块32万，90块，好喝吗？好喝呀。走，嗯，我们从这边过去，可以看看，这边又有很多新美女过来打卡了。舅舅，快点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有很多。不一样的，大家看一下。嗯 ，Hello， 这个美女长得挺漂亮的。嗯，走，好玩吧？好玩啊！你看这边现在，咖啡里面全是女孩子是吗？对，这边的中年人啊，偏年轻化，00后、10后。都比较多，全部都是年轻化，在洛杉矶的。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嗯，你女朋友很漂亮，这边其实还蛮安逸的，你看安逸啊，建筑都是那个法式建筑，对，法式建筑比较多，这边是黄建湖。为什么那么多法式建筑啊，云云？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因为是不是以前是吗？我也不忘记了。你看有什么历史？历史很多，对。黄建湖也有很多美女，你看。这边生活节奏慢。生活节奏慢，没有国内那么快。大家都比较安逸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这里是市中心啊，都是有钱的地方，肯定节奏慢了。你上海不是节奏很快吗？更快啊，深圳。好，那也是啊，对。今天主要是带你来逛一逛，看一看越南的这个风景，你看一下。挺好的，挺好啊。是不是有点不想回去了？在越南。那倒也没有，感觉嘛，这里就是没那么压抑。没那么压抑啊。对。很舒服。谁都像你一样来越南，被越南美女骗，不想回去了。我被越南美女骗啊？不是哥。是是是。阿浩，你骗越南美女骗我，不是我骗你。你骗我？你刚刚自己说的。这个哥哥在做水烟。就是抽烟的。抽烟的水烟。这以前我在广西见过。啊，自己做他。Hello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。舅舅，你可以尝一下这个。对。黄建湖的特色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种米。也是一种米啊。这是哥哥呢，你看。这种米，对。它是这种。看到吗？对。还是啥？加一点那个白色的，就是那个椰蓉啊，椰子的蓉。哦，椰子的蓉啊。啊，你以为是什么？哦，我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是那个什么肉松哎。肉松不是椰蓉。来一份吧。来一份给舅舅尝一下。
嗯，他还给你尝了一点。嗯，好吃吗？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啊，有点甜甜的。甜甜的啊，它有椰蓉和椰汁水泡的，我很清楚，对吧？对。多少钱？掰一点抹一抹包。有点像我们那里的杂粮饭。五万。五万了。大概14块钱左右。嗯，好。来一份。我们现在回去了。嗯。舅舅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其实今天还可以继续玩一个晚上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舅舅还没绕一圈，还没走一圈呢。走，继续走。舅舅都有点不想回去了，对吧？对，确实挺安逸的。安逸啊，很舒服，漂亮的环境。嗯，好了，这个视频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先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想来越南的话，你可以来环境湖，对吧？对。还有这边，你看这些都是咖啡店，咖啡店全部改成咖啡店了，可以去逛一下，美女也多，对吧？对。说不准都遇到一个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我和云明是在哪里认识的吗？拜拜，拜拜，舅舅一下。拜拜。拜拜。